太喜欢太美好的东西，就有些东西特别美好会让我很不舒服。我有一些画其实画的也还算大家看着觉得很漂亮或者什么的，但是我一定会在它里边藏一个比较邪恶的故事或者小情节，然后这样做可能会让我比较舒服。跟我从小的阅读有关系，阅读跟生活经历有关系。小时候看漫画可能都比较暴力，然后选择的电影啊或者什么的可能也都是那样的。对，再加上自己从小都不是一个好学生，对，我就一向都不崇尚美好的事物。因为我现在收的基本是以电影周边为主，然后电影的周边基本是以就是反派为主，然后我最近感兴趣的是美国大概三四十年代的那个黑白片时期的那批怪兽电影，所以就淘了很多这些东西的周边。等我觉得我长大之后收的这些东西是相对比较小众，我觉得是很亚文化的一种东西，当然也很苦恼了，就是没有人跟我去交流这些，就好像别人都不收这种，我收的东西都太窄。有，我一向就是我对这个东西是有一种比较偏执的喜好，我还是比较讲究就是纯粹的绘画语言这件事情。就是现在的很多就是大的美术方向，我觉得大家更注重的是一种表现，尤其是画画这块更注重的是一种表现，反而放弃了很多绘画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每一个画家他们怎么来区分，就是他们绘画语言的不同。我是对这块比较关注比较感兴趣。还有就是我可能比较喜欢在我的画面里投入一些叙事感的东西，就是我对叙事很感兴趣，这跟我最早小时候可能看到的那些画都有关。我觉得以前我都不喜欢读文字，喜欢读图，然后我就感觉从很多图画里边能看到其实他讲的很多的这种故事。我觉得最早绘画也是这样，服务于宗教的时候其实是在拿一个二维的事去讲一个很繁琐的一个文字上需要概述的东西。我觉得很多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生活，就生活中你会遇到很多一些鸡毛蒜皮的这种事情，或者一些别的冲击什么的，然后这种东西可能某一个点切对了，然后就会激发到你的创作，然后你可能就会融入到你创作当中。有很多比如看了一个电影什么的情节，读了一本书，这本书上的某一个章节，就很多这种事儿。它其实已经成了我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拥有这些东西好像就跟我吃饭睡觉一样，直接影响到我的创作我觉着可能不会太多，但它会给我提供一种另一种思维方式。你比如像漫画其实跟我们早年传统的那种连环画是一样的，就是它的每一个画面其实都是叙事性的，就充满叙事性或者镜头感的，是运动的。我觉得可能就这个东西在我的画面里，对，可能对有一些关系。但是它的缺点是它太窄，你必须得把它放得更大。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painter? 因为我发现我只能一个人工作，就我不适合跟别人去打交道，一起工作。摸尾应该是需要一个团队的工作，但就是慢慢的我发现我不习惯跟太多人一起工作，我喜欢个人搞创作，不喜欢集体创作。Are you influenced by cinema when you make your paintings? 我的叙事方式。就是对画面的就是那种方式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叙事。我的画有没有卡通的风格啊？我肯定是小时候是看日本漫画的，对，就看过日本版漫画，然后还是会多多少少有些影响，但就说完全就是跟日本的那种艺术的那个我觉得关系不会太大。Do you think that the validation of an artist today, which makes an artist well known, famous?Comes from museum, collectors, or the market. 我觉得好的艺术家其实说是从两个方向去看，因为我不相信一个特别好的艺术是没有市场的、卖不掉的，所以我觉得是分两半，一半是他的学术口碑，另一半就是看他的市场。只有两样结合起来，才能去判定一个艺术的好与坏。光卖的好的、没有好的口碑的艺术品也不行，
然后光得有口碑，但是说这件艺术品根本没有办法卖的，我觉得也不成立。所以就是两个综合起来。Do you feel yourself a Chinese artist or an artist? 我觉得就是一个艺术家。我觉得现在已经整个艺术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全世界的东西，就不太，已经看不太出来这个是日本艺术家，这个是中国艺术家，这个是美国或者这个是英国，基本已经看不出来了。我觉得就是拿作品去说话就可以了，至于是哪儿的人都没有关系。所以我画的环境或者与人肯定还是我周围的这些东西，然后但我传达的最终的一个内容并不是说局限于一个所谓的中国在发生什么这件事情，我可能更多的表现的是人的一种情绪跟心态。我觉得就是每不管是哪个国家艺术家，就是他在他生活的这个环境，其实更多的他是创造，就是他生活的环境带给他来的感受，就他生在哪儿，可能他创作的这些东西就多多少少会跟这些东西会还是会有一些关系，有一些关联。但艺术最终并不是是一个很区域性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还是很广义，非常广大的一个博大的一个东西。The general audience is important or not? For instance, when there is review of an exhibition, do you only look at the review from the critics, or you look at the blogs? 然后其实我很喜欢在网上看关于我的画的消息，因为有很多展览我不能自己过去，不一定我亲自都到。比如有些展览在北京以外的，我不一定能每次都去，所以你在网上能看到图片，然后就会看到有很多观众在看你的画啊或者什么，你还是会很欣慰。这个事情其实很奇怪，就是我虽然年纪比较小，但是我是我朋友当中唯一不懂网络的人，不懂电脑。因为我不懂电脑，所以我根本就不去看这些，都是我的女朋友在帮我来看这些东西，让我来看。我觉得会很累，我还得去花心思去打理它。So you consider yourself today among the young artists? For you, it's a question of age, or it's a question of number of years of practicing? 首先，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个体，我就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然后，就至于我能在这些年轻的艺术家里边能排第几？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衡量，但我只知道我的东西肯定很优秀，因为我很受别人的欢迎。因为我很高兴的一件事是我的手永远跟不上我的脑子，我有很多想要创作的东西，但是因为我画得太慢，然后那些东西我都觉得非常美好，所以我觉得我的整个艺术生涯会非常非常的漫长，到我死之前可能都不能实现我所有的想法。Thank you.